裙子极美。对啊，裙子就是我觉得哦，又是我是一条美人鱼，大家看到就自己觉得自己在那边是一条美人鱼。那我上半身其实是可当外，就是可以当外套，也可以当就是上衣穿的。那我是把它拿来当上衣穿，因为其实现在这天气，你们应该是不会想说要穿一件薄薄的针织小外套，所以呢，我就把它当成就是上衣来穿。那我个人也很喜欢，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扣子啊，也是可以就是打开这样子，就是你知道小扣子这样子，可以当做一个就是你知道 V 领的针织上衣穿，再度呢就是可以很修饰你们的脖子啊跟脸型，所以我觉得这样穿其实是很 OK 的。然后其实我觉得黑色配杏色是一个超级完美，不会出错，别人只会称赞你气质很好的一种就是搭配方式。就大家可能都觉得说，哎，杏色要跟什么搭呢？其实杏色就是它跟黑色真的是一个完美的、很和谐的配色，穿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显瘦，然后别人觉得，哦，你气质好好，我完全没有问题这样子。那这款上衣呢，你们就是到时候如果你们穿，其实你们也不一定要像我扣子全部都是扣起来的，你们其实也可以就是你知道要耍辣坏也是可以把扣子的第一颗你知道这样把它小小的打开也是 OK 的，你知道吗？就是你们也是可以这样搭配。